好，可以。哎，老师们，如果线上能够听得清楚我的声音的话，一样帮我比个赞，让我知道我可以往下分享了。好，我看到了，谢谢大家。那因为有现场的伙伴，所以就像文胜老师所说的，我们先以现场的为主。那如果真的我回头发现啊，好像有很多留言，那我就回头看一下有什么样的内容是我需要先做回复的。好，先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很开心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分享这一个教师的 AI 科技素养。但实际上，其实我任教年资，说真的，可能没有比在场的大家或者线上的伙伴还要来得多。但其实也看到了这几年 AI 的兴盛或蓬勃发展，所以我也对这件事情感到好奇，在思考的是，那如果我是一个新手老师，如果我是刚教没有很久的老师，我要如何借由这个方式让我的教学是稳定的，让我能够更适应这所学校。好，所以我就把我一些小小的经验就向大家分享，那当然现场还有很多更有资深经验的老师们，所以如果有任何想要回馈，或者说想要来 做更多探讨的地方，就很欢迎随时就直接讲话就好了。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哎呦，等我一下哦。好，我测试一下卷报笔。就如同这个介绍一样，像文胜老师刚才有特别介绍，我过去在两三年前其实是一个为台湾人教的教学发展督导。那我其实对于花莲这个地方是很熟悉的，因为我之前就是东华大学毕业的，硕班也念东华。那来到这个基金会，我主要负责区也是花莲区，尤其是南花的这个区域，所以我对于这边孩子，对于这边的环境，我都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很开心在前几年的过程当中，就考上了正式老师，来到了玉里国小。那我目前是玉里国小六年级的导师，这阵子其实来到玉里国小很开心，有很多就是对于资讯专业的伙伴们，他可以和我一起，或者说教我如何去指导学生，去获得这些奖项。所以这些奖项其实并不是我一个人去带领孩子们去获得的，其实更多时候我是向很多的前辈教师请教，然后去思考看看我在这边有什么可以发力的地方。好，那当然我自己也对于说资讯教育，或者说对于那个线上平台是很热衷的，很喜欢多做这件事情的。因为发现在过去担任督导的阶段，其实看到很多孩子他学习东西相对低落的时候，但他们在有一个时刻特别热衷，就是当他们拿起载具的时候，他们拿起平板的时候，那个眼神是会发光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不断去思考，如果我是老师的话，那我可以怎么更好的去运用这些平台。所以也有和 Pokemo 做一些合作，我是他们的教学模组的授课人员。那当然我下学期也有一场是特别针对这一个的做的担任讲师。那我现在也是 A2 的军医的讲师。那去年的时间点也很开心可以申请到联发科教育基金会的造课师。那这是我简单的自我介绍，想确认一下有任何问题吗？应该没有了，自我介绍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好，那因为我不太确定大家的基础是什么，所以文胜老师特别提醒我说，这一场我们主要的定位就是要面对就是第一次接触 AI 或者对 AI 其实蛮有好奇心还在探索的老师们，所以也想要简单分享一下我一开始接触 AI 的时候我是如何去思考它的。其实我是用蛮粗浅的定义，自己的定义认为 AI 其实它是一个通过演算法啊、大数据进行运算实现了以下最基础的功能。第一个就是语音助手，像是我们有人使用 iPhone 或者说用其他的 Google 的手机，其实它都有一些语音助手在里面的，像是 Siri， 我们最习惯使用的 Siri，常常无聊的时候就会叫 Siri 就讲个笑话来听，还有和我玩猜谜，对，或者是玩成语接龙，这其实是我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对，好，那第二个会是一些推荐系统，像还有 Momo 的平台，像我们要买东西的时候，其实 Momo 里面卖了好多好多的东西，我自己很喜欢用 Momo 的平台，是不是业配啊？就是觉得它货送蛮快的，所以 Momo 其实会看我的购物经历，然后去推播一些我可能感好奇的商品，所以我每次打开的时候，我都会看到说，为什么这些东西都好像都在周年庆一样，好像永远都在特价当中。那实际上它已经抓到我的使用习性了，所以它会推播这些内容给我。好，
那第二个会是博客来，我自己也很喜欢买书，所以每一次的排行榜看上去，我会发现我的排行榜和其他老师的排行榜好像不太一样，我不太确定它背后有没有一些演算法在里面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图像识别。那在古老之前 ，Facebook 刚出现的时候，大家很爱在那个照片出去玩的时候，照片去标注大家的人体头像。所以当我把这个相簿移上去的时候，它其实可以轻松的去识别它可能像你的哪一个朋友。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影像识别的功能，去标注里面照片里面的人物。这是我目前对于 AI， 然后这样的说法其实是能够让小朋友、国小的学生、国中的孩子，应该说国中的青少年，去理解什么是 AI 的。这样子讲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的理解和我的理解会是一致的。那当我们的理解是一致的时候，我就可以比较顺的往下带去跟他们介绍。那接下来我要用 AI 来做些什么？好，那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是我们拿起手机，然后一看，那我的应用场景会是，我可能需要设个闹钟，那个闹钟就是我可能明天六点半或者说五点半要带小朋友北上来到花莲市比赛，那我就可能因为我太累了，当天太累，我可能就叫一声心语帮我设一下五点半的闹钟，他说收到了，那我就可以安心睡觉了，我就完全可以昏迷下去了。好，那这是我最常用的。那第二个会是发送讯息，比如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其实没有办法用手机，甚至花莲是一个开在道路上非常舒服的一个县市，尤其是走那个中谷那一条，没有什么红绿灯，那有红绿灯通常也是快要到城镇的，所以在开那条路的时候，你又不可能突然停下来去接听手机，所以 Siri 就是一个很好的功能。有可能我快到了，可能我快到某一所学校了，我可能会跟那个Siri 说，帮我发送给哪一个老师，跟他说我快要到学校，大概几分钟会到，他就可以自动的把我的话语，然后用讯息的方式传达给这个老师，或者直接拨通这个老师的电话。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但是很生活化的 AI 的例子。目前的说明还清楚吗？好，所以当我在面对上上礼拜还是上上上礼拜那个三坨的台风的时候，那头真的很痛。花莲放了三天假，然后老师焦虑，学生开心，然后父母也很焦虑。那焦虑的是什么？焦虑的是这三天孩子在家里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好像台风在新闻上面看到的是很紧急很急迫，但实际上好像也还好。那个还好其实就是会很容易让大家疏忽大意，所以在那个时刻，你就如果只是当成一般的台风假的话，那你没有安排事情给孩子的话，那孩子可能就真的趁你不注意的时候他就跑出去了。然后我们无法预期的是这个台风到底会不会变大。像南部的例子就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台风的威力是不可轻忽大意的，只是花莲这一次相对幸运，所以才不会有那么大的风雨。所以我在看了这些新闻之后，我判断说，我或许要先传个讯息给我的家长，这是我传的讯息，然后待会会把它拆解出来。这个示范是具体的示范，我真的把这些讯息丢给我的家长，那家长看了这个讯息也大概知道他可以做些什么。那这个示范会是因应台风天放假，我们要告知家长作业相关的调整以及灾防的提醒。那这是我跟 ChatGPT 聊的事情，我跟 ChatGPT 说一件事情，说告知家长明天一样是台风天，请小朋友注意，就是用这样的很琐碎的语言，我就把它丢上去了，然后请他帮我整理出一个可以真的让人理解的内容。因为我不喜欢小朋友就是有时候问问题就直接丢一张照片，或者说老师我这个有问题，或者说直接传了一大堆讯息，然后完全没有任何重点。这其实是里面的重点有很多，但是你要把它拆解下来，让阅读讯息的人是舒适的。所以我在和 ChatGPT 讨论的时候，我是希望他能够传递一个能够清楚让人理解的讯息给家长们看，所以他帮我整理成这样子。好，那这是他帮我整理成一个相对好理解的。那他为什么相对好理解？除了他有一些那个表情符号，现代人其实蛮需要表情符号帮他标注重点、标注感情的，因为文字它是没有感情的。
要理解文字背后的感情，是你需要深度理解这些内容的。但实际上，这个讯息类的或者传递资讯类的，其实没有任何感情在里面的。所以我要让 ChatGPT 帮我整理出这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它会有一些标签符号，那同时它会标注一些重点，以及关心一下家长们的状态，以及孩子们的状态。这是我希望 ChatGPT 帮我做到的事情，所以他帮我产出了这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其实做一些简单的修改，那我就可以丢上去了。这是我发现 ChatGPT 可以帮助我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待会也可以来试试看。如果有 ChatGPT 账号的时候，也可以帮我进到这个，因为你们会发现这上面有一个小图示，那个小图示其实是我用 ChatGPT， 我是用付费版的，所以我借由我时常怎么和家长对话的对话习惯，以及我希望传递出的讯息感觉，都把它记录在里面的，记录在它的相对应的指令上面的，所以它才可以瞬间产出这些内容。那如果一般是用四 O 或者说用免费版的，那它不一定可以马上第一篇你丢了一个指令之后，它就产出这一篇内容，它可能做不到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有付费版的老师们，那不妨实做看看，因为当我建立完之后，我发现这学期我不断的使用它。因为它让我降低了好多好多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去做备课，让老师开心，让老师放松的，让家长是能够理解，让小朋友也是开心的。这是我觉得我做完之后觉得收获最大的。好，所以在实作之前，就是我确认一下现场的老师们，那有没有就是有 ChatGPT 的账号？都有。好，那如果没有的话，那线上的老师们或许可以扫一下 QR code。又或者他直接在搜寻栏上面去查询 ChatGPT， 那你进去之后，你要打开浏览器去寻找那个 ChatGPT， 在右上角可以找到的会是我要登录，或者说我要申请账号的按钮，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注册页面了。那第二个注册的方式很简单，就直接选用花莲县政府帮大家准备的，就是大家的 OpenID。就是 Gmail， 直接连线就好了。好，我大概等了一分钟，我确认一下，因为我不太确定线上老师需不需要更多时间。然后文成老师也帮助我把那个连结丢在线上了。好，确认一下，线上的老师还需要一点时间吗？如果需要的话，就随时举手让我知道。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继续往下咯。那待会会请大家一样会扫 QR code 的方式，待会我也会把连接，就是我的那个机器人的连接丢到讯息窗里面，帮助大家快速去点开连接，然后实作看看，然后去了解一下这样的方式到底能不能帮助到自己。如果可以的话，那太好了，我的这个机器人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那如果没有办法也没关系，那你知道，至少知道，这个机器人对于目前的你来说还有哪些内容是需要调整的，未来自己在使用 ChatGPT 的时候，或许有一些指令可以变得更加客制化一点。好，那我自己是怎么去看待 ChatGPT 的？一开始 ChatGPT 3.5出来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多喜欢用那个的，因为我发现 3.5 的版本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好用。那个不好用是我丢了好多指令，和他沟通好多回才会得到我要的东西。那不如我自己一开始就重新想就好了。但从 4.0 开始，然后到后面 4.0 开始，我会发现我越来越喜欢用它。甚至如果大家有去过玉里镇的话，玉里国小其实有两个分校，一个是永昌分校。然后永昌分校它是教师宿舍的一个区域，我喜欢在那边散步，晚上散步，所以有时候或许你会看到一个身高大概190公分的人，然后有点胖胖的，然后一直在那个操场里面，晚上的时候大概8点9点的时候那边一直绕圈圈，一直绕圈圈，然后一直自言自语。那更多时候是因为我在和 ChatGPT 讨论明天的课程我要如何调整。那如果要把 GPT 当作 Siri 的话，无论是哪一种 GPT 哦。都要特别注意的会是，第一个是你希望能够产出的语气，文案的语气长什么样子；第二会是你的目标对象是谁，是五年级的学生，还是五年级的学生，还是家长，或者说你想要对的是你的上司，或者
一二年级的家长，因为一二年级的家长和五六年级家长在意的事情不一样。五六年级家长他可能更加相信学校，或者说他学校的默契已经建立一定了，一定基础了，所以他不需要太多就是繁复的关心或者关怀。他需要知道的是，此时此刻的自己要怎么去配合老师，帮助学生，或者学校有哪些重要资讯，他要马上掌握的。所以这些目标对象都要区分好，但是你不需要特别告诉 GPT 一件事情说，那六年级的家长有什么样的特质，但如果有给这个资讯，它是会更好的。那第三个会是你主要沟通的内容，包含你要如何让通知家长哪些重要的资讯，譬如我要给家长说，过几天下个礼拜三的下午两点有一个家长会，或者我要去提供我对于这个孩子的一些表现的反馈。那我觉得表现反馈是我最后面临时会用到的，因为通常家长会联系你，无非是小朋友表现得很好，或者小朋友在学校发生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处理当下处理的时候，你会已经相对耗能了。老师是一个很耗能的职业，必须要这样子说，因为每一次看到小朋友在争吵，或者说回家之后，爸爸妈妈不一定能够去接下孩子的情绪的时候，其实家长也会有一些情绪。但老师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为什么会是很辛苦的职业？譬如我的班级有20个学生，那20个学生背后他都有3-4位家长，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导师，他可能在一个晚上最多最多你要去接受300多个人的一些情绪压力。那你能不能直接把情绪倒过去，就是 回推给他们？没有不行，但是不一定能够帮助你把这件事情处理得好。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很疲惫的时候，我会和 GPT 讨论我要如何反馈学生的行为表现。好，那另外红色第四个是细部要素，就包含日期、时间、地点。以上内容很清楚吗？我把它拆讲得很细。那如果已经很会的老师，那就把它当成一个 podcast， 然后听听看就好了。那如果还不够了解的话，那当下如果任何想要提问的，用文字的方式或者打开麦克风方式，我都可能够听得到。好，那我们就往下喽。好，那这是我一个示范指令，我会告诉这个 GPT 说一件事情是，请用亲切的语气对五年级的家长生成一个通知家长会的文案，内容如下，大概长这个样子。请家长们准时出席，并于10月18日确认是否能够参加。其实这是我们最常直接把这个内容直接丢给那个家长的方式。但是我每次在看这些讯息的时候，在回想，就是如果我是家长，我看到讯息，到底会不会记住这件事情？我发现我并不会记住这件事情，然后不会记住的是，因为就跟老师一样，家长他也有他的职业，他也有他的工作，每一天的讯息就回不完了。在资讯爆炸的时代，每一个人每一天所接收到的讯息、接收到的情绪是很多的。那如何生成一篇能够吸引他眼球的文案？那这就是为什么会建立这一个机器人的原因。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所以我们可以来实作看看。那现场老师可以扫 QR code， 那待会我一样会把这个连接丢到那个聊天室里面，稍等一下哦。那我这边也先把那个连接置顶上去。那如果下一个机器人的时候，我会把这个置顶撤掉。那老师们如果用手机的话，也不妨用手机扫扫看，去看看，如果用手机版的话，它能不能让你使用的更加方便一点？啊，也可以尝试看看，当我的指令是给的比较模糊一点的话，它可能会生成哪些内容？然后这边也一样，先停个2分钟，让大家先试做看看，先体验看看。如果这个 ChatGPT 能够帮助到你的话，那它可能更直觉会发生在哪里。那这个是我觉得最常让我发生在我教学每一天。
他很聪明，他怎么知道什么是要编出题啊？哦，因为我有下指令的。嗯，刚才现场老师有问，那这个 GPT 为什么那个机器人为什么清楚知道那个会有一些出题出现？因为我有给他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会是我告诉他，家长其实没有什么时间的，你要把重要的资讯、他们在意的事情用出题表现出来，不然他们会看不懂。然后另外也可以告诉他去分类，如果这些资讯量很大，那请帮我再做统整，再做分类，把它变得更加简单一点。这是我实作出来会觉得最开心能够帮助到自己的一个机器人。就目前还可以使用。那后面的老师是 OK 的吗？那线上的老师如果对这件事情感到好奇的话，回去也可以试试看。那试完之后，如果能够找到我的话，那欢迎给我任何的反馈，因为其实里面的指令可以再做修正或者把它做优化的。啊，又或者如果你是付费版的 ChatGPT 的人的话，我也可以直接把所有的指令我设定在里面的一些规定传给你。然后你可以再把它再做优化，然后再和我们做进一步的交流。好，那我就继续往下咯。这只是简单实作。要点一下。好，那接下来就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没有特别设定就要马上进到所有工具的分享啦。其实这是让大家体验体会看看，如果这个东西在你身边的话，那我可以如何去让它变成我的影分身。我为什么会说影分身呢？因为我记得没错，我第一次任在玉里国小任教的时候，其实小朋友就让我印象很深刻的。高年级小朋友在国语文的学习当中，他最讨厌一个作业叫作文。为什么他特别讨厌作文呢？因为他要思考很多东西，他要把自己脑袋的东西产制出来，然后他可能会写错字，找不到好的词汇，或者说他无法去架构他真正想要表达的事情。这其实是在这个时代的孩子遇到最大的困难。在我过去的时候，其实我只要有一个清楚的大纲，我大概知道要怎么去铺成我的作文。但现在的孩子可能是资讯量太多了，然后不容易去架构出自己完整自己的心智系统，所以他需要更多的支持，帮助他去整理内在的资讯。所以现在孩子很会说，至少在我的班级来看的话，他们很愿意表达。每一次上课的时候，花最多时间就是让他们说完他想说的话，表达完他想表达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让他做书写的时候，他可能会写不出来。他可能说，老师，我知道这个造句要怎么写，他就快速丢出来了。但是我说，好，你就把你说的这些内容写上去，他就忘记了。这是我们遇到最大的。我在现场有问很多老师，他们也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希望能够去让我有更充足的时间做备课，因此我找到了这些 AI 的工具。那当要找到工具的时候，我必须要去研究它，所以很开心有一个工程师是之前有来过玉桥分享的，然后我听他在分享为什么生成式 AI 那么的重要的原因，那我也想要把他的一些资讯简单整理成一些页面分享给大家。其实为什么 GAI 那么的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时间点，大家可以记得，大家前阵子可能在两三年前记得的时间，应该是疫情爆发，然后那一天下午突然要线上教学的那一个时刻，那个五月不知道几日，大家忘记没关系。但是这个时间点其实是也是引发整个世界大动荡的时刻。2022年11月30日。ChatGPT 3.5 发表了，这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看向 AI 了。这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看到了一家公司叫做 OpenAI。那这其实是我蛮看了之后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全球用户超过1亿的产品，像是家用电话，第一个是家用电话，它是75年它才超过1亿人口的使用。但是如果我们往下对照，会发现如果是那个网络的话，它其实也花了7年才让全世界有超过1亿的人使用。那如果是 Instagram， 现在小朋友不是小红书就是 Instagram， 或者说 TikTok， 其实也花了
将近一年的时间，甚至两年半的时间。但 ChatGPT 很厉害，它厉害到它可能花两个月的时间就让大家注册了超过1亿的用户。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为什么那个时间也特别特别的重要，原因是因为短短的两个月就超过1亿的用户，甚至远超1亿的用户登录了 ChatGPT， 开始使用这个东西，让他的生活，尝试让他的生活更加方便。嗯，所以其实当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不断的在准备这一次的研习或者这一次的分享，我压力蛮大的。那个大的感觉是我每一次看到打开 Facebook， 打开我的GAI 的那个那种社群的时候，会看到一堆老师丢了更多新的东西，然后想说，那我这个是不是应该再把它改到我的简报里？要不要修正我的教学内容？然后我发现一直追逐这件事情，好像永远追不到头，因为永远都会有更厉害的老师去找到更好的方法。但我觉得这就是我最享受的时候，也是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我想要不断的去追求这件事情。好，那后面我看到的会是，其实在大家如果有关心一个人叫黄仁勋的话，应该都听过这个人，因为新闻太多了。他的显卡H100 的显卡，他在 PC Home 上面他卖了139万，但却让所有人都秒杀了。这是20247月7号那个暑假第八天的时候所得到的价格，大概是长这样子。他一出来他就卖光了。100多万的东西，现在要叫大家掏100万去买一张显卡，可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这个一上架就被很多的企业主所买走了。好，那旁边右边这一个人啊，右边这个人是祖克伯，大家认识吗？大家一直觉得他机器人，其实不是啦，他不是机器人，应该不是啦。好，那右边的会是马斯克。那这两个其实是我特别欣赏的两个人，不是说他的行为欣赏，而是他的创新能力是让我感到欣赏的人。因为他们的创新能力不断的驱使这个世界有很大很重要的改变。举个例子，右边一定是大家最能够知道，就是大家会已经用到变成一个老人，现在已经被戏称为老人用户的 Facebook， 的祖克伯，他是他的创办人，他说他要35万张去建构这一个基地。那马斯克是在上个礼拜有一个新闻，他让那个火箭的燃料，然后安全的回到那个地球上。那这个所有跨世代的技术，我在他们两个身上看到，不断的看到这件事情的发生，然后他们都想要去取得一些显卡，然后在2025年或者2026年这些辉达的一些显卡的基本上都已经订不到货了。一个要35万张，一个他说10万张，然后后面又说要20万张。所以代表一件事情，他们花了很多的成本去建构这个 AI 的计算的基地。好，那甚至我们最常使用到的那个 Microsoft 的那个CEO， 他也想要去将自家的图形处理再做优化。所以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他上面说是90万颗，但90万颗也代表一件事情，他花了1兆多的台币想要去建构这个。甚至这些东西在那个时候你是无法去预估它最后的产值是什么的，因为你还在建制当中。所以当所有世界领头者都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预期一件事情，我们是一个平凡人，一个平凡的老师，那我们所面对到的现场它肯定会有很巨大的改变，就像过去疫情来袭的时刻。好，那如果我们用最能够理解的，因为这是我5年级有教过的一个课文，是在讲那个哈利波特的。哈利波特总共有8本书，上面虽然说只有7本书，因为第七集它拆成两册，上下两册嘛，它全套大概有200多万字字源。那我们来思考看看的是，如果是个 AI 的话，那这个 AI 它在运算上或者它在训练资料上，它到底花了几本，就是这些那个哈利波特的书籍。我们用比较具象的方式来看看，如果是用 3.5 版本的话，它训练的资料量大概就是哈利波特的套书来堆叠，全部一套一套把它往上堆叠，大概超过了47000公尺
也就是我们的珠穆朗玛峰的 5.4 倍。然后后面这个图是那个 AI 生成的。那现在其实大家已经不怎么去用 3.5 了，因为大家现在都用4 O 了，或者4 O mini 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4 O 的话，或者说之前，不对，是之前版本的4的话， GPT 4的话，它所使用的训练量大概长什么样子，那肯定会比这座山峰还要再往上高一点。那它会高到哪一个 地步呢？它已经高到快到月球的地步了。因为如果是用 GPT 4.0 的话，它的训练量大概是13兆字元，用哈利波特的套书来堆叠大概就是 1500， 然后后面的单位已经从公尺变公里了，整个高度会是国际太空站的 3.7 倍，所以它是可以突破天际的一个训练量。所以如果当一个人的脑袋的资料量是突破天际，然后甚至他可以好好处理这些资料的话，那你可以想见这个人他的知识有多渊博。即便这知识不一定能够转化成为一个智慧，但我相信量变会最后会造成一个质变的效果。那质变效果就在此时此刻发生了。以前的 AI 并不是不会，而是练习的还不够。就像是我们告诉孩子们所说的，你的数学问题不是不会，是你练习的还不够多，所以老师多出几张考卷，多出几个基础的练习题，帮助他去掌握这基础的知识。其实 AI 也是啊。以前我们觉得 AI 难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训练的资料量不够多，所以在各个学科、各个专业学科当中，它的评分是相对低的。但慢慢当我们的资料量往上提升，我们 AI 的训练的资料量足够丰富之后，它的成绩会越来越超越前面的，它的成绩会变得越来越显著、越来越清楚。好，这个是我看完之后我会更笃定说啊，我那个信用卡要刷下去，我要去买付费版的 ChatGPT。我就是看到这张图决定做这件事情。好，那毕竟我们是一般老师嘛，那可能这只是我个人的需求啦，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在初任教职的时候，我感受到的会是，如果有一个影分身，如果有一个可以帮助我的人，他可以时时刻刻的听我的声音，他可以时时刻刻告诉我该怎么做的话，这三件事情是我最需要的。第二会是行政负担的减量，因为一般老师，无论是行政也好，他是导师也好，或者科任也好，他都有需要填写表单的时刻，他都有需要整理自己教学记录的时刻，甚至他会需要一些公开关于课的资料整理。第二会是，我毕竟是个老师，老师希望的是能够把自己的知识、课本上的知识，甚至世界上的知识，好好的传递给面前的这群孩子，所以我会需要好好的备课，因为知道很多的老师不一定把这个知识教得很好，因为教学是需要技术的，教学是需要能力的。但我是一个初任老师，我可能没有这样的能力，或者我没有足够多的这样的能力去支撑我做好这件事情，所以我需要有效的备课。好，那第三个会是亲师沟通，这是最困扰过去刚出任老师，甚至第一次来到玉里县玉里国小担任导师的我，因为我会发现以前我的工作可能是面对老师、面对校长、主任，这是我习惯的对话方式，但是家长的属性是不一样的，尤其你换了一个身份，你是他的导师，你是他孩子的导师的时候，那你要如何让这个沟通是很简便的、很轻松的，但是你都能够让家长听得进去的，这是我发现，如果我是一个一般老师，如果我刚到现场之后，我自己的需求大概有这三类，不过大家需求可能不一样，这只是我的需求，所以下面有一个小框框，是可能只是我的需求。好，那回到这个影分身，我希望他能够做什么？第一个，我想让他做的会是，他能够帮助我让教学教得更好。教学教得更好，有一个前提是你需要去更好的理解你身边这群孩子。尤其是低成就的孩子，那他们的学习需要可能会是什么？因为中高程度的孩子，其实他们的课程相对好准备，因为他们一定跟得上你的教学节奏，你只需要做到知识的差异化而已。但是低成就的孩子，他们的属性，他们可能现在是5、6年级了，但实际上他的知识储备量可能只有1、2年级，这是我们在现场会遇到的。所以我都会一开始去进到那一个大家都应该蛮熟悉的，因为筛选测验嘛，花莲很重视这件事情，因为想要去
就期就是在低谷的孩子。所以我进到这个平台，我去下载了每个孩子的个别失测报告。我请他帮我，因为我们学校会有一周会有三堂的数学学习辅助测验，学习辅助的课程，然后每一次都是40分钟。那我也希望他能够帮我规划一下，如果我这个数据丢给他的话，你能不能帮我去分析一看看，如果今天有18周的时间，然后一周会有三堂课，帮我分析看看，如果我要有效去帮助这群孩子的话，我的备课方向要朝向哪里。所以我一一的去整理出来丢到上面。所以 ChatGPT 告诉我的是，他从数据检视当中，这是针对特定学生的数学测验报告，他帮我规划了这些。然后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他其实不会一次一堂课给你一个重点，因为他蛮了解老师的需要的。他是告诉老师一件事情，在这上面我看到一个事实会是，他告诉老师一件事情是，你的课程重点不应该每一天都改变，尤其针对弱势的学生。所以我反而在 ChatGPT 的分析当中提醒自己一件事情，你不能太着急，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去设定你的课程，去安排好你的课程，然后长成能够帮助你学生学习的那套模式。好，不然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看到他的成绩，我就一样又大量练习，但实际上大量练习对于这些学习需要孩子不一定是有效的，不能说完全没效，但是它不一定有效，因为它可能在卡在一个观念，只要那个观念是通的，只要它能够有动手做的经验，那或许就能够帮助它突破这件事情。好，然后这是实际上我真的去问，然后这真的一直不断去做的事情，也提供给大家。好，那后面就是如果因为学府的孩子他总是要面对纸笔测验。你不可能不断让他动手做，不断的让他思考，这两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他不会计算，如果他没有办法将他的思考誊录在纸面上的话，那最终他也是无法去通过这些学习辅助的成长测验或者筛选测验。那这两件事情，他们每一年都在经历失败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变成对自己的学习是相对没有自信的，他就不再会相信，老师可以好好帮助到他，甚至。这个没有办法相信老师的根源是他不再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所以我最终还是需要他能够帮我产制出一个很基础的题型，这些基础题型是能够不断的去帮助孩子去精熟这些基础能力的。嗯，好，所以我在里面我请他帮我去找到的是啊这三种题目的类型，是我们班的孩子学习不助孩子特别弱势的地方。好，我就跟他说，请给我三题这些的类似题型，每一种题都需要八道题目，所以你要清楚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告诉他，那他就会回应你的需求。即便每一次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够精准回应到，但每一次他都能够去倾听你，然后借由你的对话产出真正你需要的那个内容。我们来看看他会产出什么。好，刚有看到的会是小数的乘法问题，他给我这些内容。然后让大家大概等待一分钟，然后去观察一下这一个题目有哪些错误，或者说哪些不太好的地方。哦，字有点小，不好意思，现场老师。其实在右边啊，小数的乘法问题，它产出来的是，它确实完成回应我的指令，所以我要类似题，它就真的给我完整的类似题。什么是完整类似题呢？因为题目上面的是二位小数乘二位小数，所以它全部都是二位小数，它没有任何的变通。所以如果这样的题目直接丢给孩子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就会记得一件事情，我最后一定要在那个就是要会产出四位小数，不管怎么样算出来，就一定会有四位小数了。好，但是这不是我们要作为一个老师要教给孩子的重要概念，所以请他再做优化。那我这边给的范例会是一样四舍五入的题目，也会有一些单一。我这个这页放错了，因为应该要放的是小数的优化题型，但我发现四舍五入有一些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跟他说四舍五入的问题有点单一，我需要再多一点变化。所以他就借由这些基础的题目，数字没有改变，
让它位置改变，去产出一个新的四舍五入的题目。那这时候，因为它是有变化的基础题型，这样才可以让孩子们藉由精熟的方式去掌握这样的重要概念。好，这是我一些在请他产题目，然后我提需求的一些小细节分享给大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请那个，无论是不是 ChatGPT， 你可能是用其他的 AI 去产题目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这件事情。那我简单示范一下，那这边我的字有写错了啊，就是更客制化以及快速的出题助手。那这一页如果有教数学的老师应该蛮熟悉的啊。那这一页是什么呢？这一页其实就是我们的那数学作业簿啊。数学作业簿你可以把它截图下来丢上去，然后它就会产出的都是计算题，是因为我给它指令是计算题，但这一页全部都是应用问题。所以我要让他产出的就是应用问题。好，所以我一样告诉他一件事情，请帮我产十题类似的题目。他就真的帮我产出来了。然后 ChatGPT 蛮有意思的是，如果你一直用这个机器人的话，如果你一直用同样的对话框的话，他会记住你的习惯。所以你下一次你就不需要再做优，你原本有一些细节，你下一次对话他就不会像学生一样，那错误一直犯，那个标点符号都不标，那一个句型永远都在提醒他说，你造完一个句子造那么好，但你都没有给我最后一个句号、惊叹号、问号，到底在干嘛？对，但 ChatGPT 不会一直犯这件错，有时候他会突然忘记，但忘记没关系，至少他是三四十题之后他忘记这件事情，但是孩子是常常忘记，对，这一个小抱怨。毕竟礼拜三嘛，明天还有两天嘛。好，那他就产出了这些那个应用问题。那这些应用问题，因为我给他的我即便是给他一页，然后它是图形，它还是可以产出借由图形的识别功能。这是在两个月前我发现 ChatGPT 相对需要调整的能力，但是在两个月之后，我发现它在图形识别的功能上变得更厉害了，所以在文字辨识上，它能够产出所有类似题。所以如果大家要练习看看的话，可以进到你的无论是康轩、翰林或者南怡，进到你的电子书，把它截图下来丢上去，你就会发现哦，它是可以产出来的。然后因为我会发现我每次教学都耗尽我所有的能量，所以回去备课都没有时间备课，或者毫无心力的备课。所以我想要让孩子去做更好的练习，更充裕的练习，其实会更耗我的能量。每个老师在现场都每一天都是不断的耗能，从那个寒假过后、暑假过后，原本是100，然后慢慢的第一周过去剩90，第二周过去剩80，然后期中考或大概剩了30，然后期末考大概变负数了。那我不想要不断每一学期重复这样的心理，因为我想让我的教职的生涯再长一点点，我不想教个两三年我就离开这个我梦想的地方，所以我就请他帮助我做到这件事情。好，如何帮助我做这件事？当你没有时间一一分析题型的话，我会告诉 ChatGPT， 我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一下这个题型，我的小朋友一直不会，可以告诉我如何，有哪些重要概念我没有教对吗？我是这样子跟他说的。但如果用文字的话，你打短短一句，它是可以理解的啦。所以他会帮我解构所有的题目的内容，他拆出了这些细部的教学架构，告诉你，让你去检视你在今天的教学当中有哪些有做到，有哪些没有做到，这是他可以做到的事情。好，所以待会一样，我们来实作看看。待会这个实作会是这个功能，这个机器人是一个数学的教学助手。你可以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请他产一些类似的题目，或者请他去解释一些题目的概念，这是可以做到的。第二个会是你可以直接把你的考卷或者说你的课本拍下来，上传上去，然后告诉他，请帮我产出5题、10题类似的题目，然后你可以直接拿去用。但是这边有一个限制是，图形的题目它目前还没有能力去出，所以这边只限于在数与量这两类型的概念是比较适合的。
好，然后线上的老师，待会我一样也会先把连接丢上去啊，所以字典连接那个家长对话的那个连接，我就撤掉了。稍等我一下。好，线上老师，那个我已经将置顶的连接换成目前新的这个机器人了，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在尝试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随时提问。我这边可以回答的话，我就尽量回答。然后现场老师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让我知道，因为它不一定能够精准产到你要的，或许有一些指令是我习惯用的，但是老师习惯的是另外一个文字方式，它可能就传不出来了。但原则上应该可以啦。是可以吗？然后尤其是这种产这些题目的，有时候我们需要更细部的去观察或者检查一下内容的原因，是因为我过去让我的孩子开始尝试使用 AI 的时候，他们常常跟我说一件事情是：老师 AI 好笨哦，他都没有办法给我要的东西。我会告诉他的是，你要把 AI 当作是一个活生生在你面前这个人，这个人是未来要帮助你的，所以你思考一下，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你觉得作为一个老师，我你信赖的老师，我可以马上回答你的心情，或者说帮助你真正你要的东西吗？他说不行，我说对啊 ，AI 也是啊，所以你要怎么做呢？所以那时候孩子才会开始思考说，哦，我应该和他对话，我应该要清楚表达我的需求，所以其实，在让孩子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断的去训练他一件事情，把自己的话讲得能够让人听得懂，而不要每次都要让大人去猜测你到底在想什么。其实这句话也是我说服家长让孩子就是在我的课堂当中使用 AI 的一番语言，因为我需要让孩，因为家长一定最有感觉啊，就是为什么小朋友都听不懂。或者说他讲的话我都听不懂的原因，是因为他还没有练习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个表达想法是你要真的在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思考，我要怎么讲你才会懂，而不是我讲什么你就要懂，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后面最后可以分享一下，其实我孩子有做那个和 ChatGPT 讨论之后，他就有 Canva 的方式去剪辑他们毕业旅行的前导影片。他们分组，这是两个人，两个孩子去做出来的。其实过程当中，我只有告诉他有这些工具你可以用，然后我两周后要收到成果，他就给我成果。这是他们有能力做到的事情。好，那我就先往下，线上的应该没有问题。好，我再点一下。那后面就是对于老师刚才有说到老师三大需求嘛，另外一个需求是填报表单的需求，期末到了，期中考下个礼拜吧，下下礼拜，不是下礼拜就下下礼拜，最辛苦的就是 AB 卡，尤其是大校的孩子可能都快要30个，然后科任老师更辛苦，他的评语可能要写更多，然后因为那个系统上面
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就点一点，然后去挑选他的一些特质就好了。但是其实每一个老师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有能力去好好表达他对于这个孩子这一学期的观察，哪一个老师不想要做到这件事情？每一个老师都想做啊，但是要好好梳理这些内容，其实会很花心神的。所以刚刚有特别分享到，每一个老师在期末，他能量大概就是负值的，在负值去写这些内容，其实很难写出一些友善正向的话语。即便校长主任都特别叮咛我们说，即便你看到这个孩子可能有时候会作弊，可能会做一些小动作，你看不顺眼，他尽量的用正面的语言去表达，去建议，去给他回馈。好，所以在上学期还有上上学期那些经验当中，我知道写 AB 卡或者说写那个最后的评语，都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在暑假就请 ChatGPT 去设计这个东西，让这个评语是能够更好的产出，更直觉的产出。所以我告诉他，所以这是我实作的结果，我想要产学生的评语。我说好的，请告诉我这个学生大概是五年级还是六年级，并且是哪个学期。这边先说一下，因为我都是教高年级的，所以我这个只针对高年级的。当然老师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问问看一二年级。那为什么要区分？所以就跟前面所说的一样，五六年级的家长或者高年级家长和低年级家长，他在意的东西不一样。五六年级的孩子也是，五年级上学期他刚从中年级转成高年级，内在的状况都还在成熟当中。然后五年级下学期要转六年级上学期，他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上面那群大哥哥大姐走了之后，他就变最大的，那个心态啊就很不同。那六年级往六下走，那孩子的心情就是说，我剩下最后一学期了，我一定要好好把握学校该挑战的东西，我一定要挑战到。那这是我们班的孩子的现在实时个状态了。那六下的话，就是我看上一次毕业班走了，他可能就是依依不舍的样子。所以任何一个评语，它都要符合每一学期孩子的特质，或者说当时的状态。所以我在后台有这样子设定。好，那再来是这边后面是，那为什么我在写那个后台的内容的时候，它最后会让我们有大概有十个选择呢？这十个选择不是真的只有十个选择而已，它有上百个选择可以选。那我告诉他一件事情是，期末老师很辛苦，超级累的，你不要让他又有选择困难。所以你一开始出现的页面，你只要给他五到十个选项，让他有东西可以选就好了。所以他后面才给我这些六个内容。但是后面我会发现到都是正向的，我现在对这个孩子只有负面的观感而已。那你可以告诉他说，但是这个孩子上礼拜都在我的教室都不交作业，然后功课催了半天，然后要做不做的，在旁边又在哭。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然后他这个机器人或者回到你自己的 ChatGPT，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他可以帮助你正面表述这个事实。好，所以这是后面刚才所说的，我选出了这三六十这个内容，你不用告诉他，你不用把文字打下来，你给他标题就好。但他有一些负面行为，他超爱和同学吵架的，他就帮我阐述这些内容。在这学期中你展现了什么？那然而和同学相处中，整个看起来孩子不会带着负面的感受去面对他的假期，他回来之后还是会正向面对你，至少前三周是正向的。那最后一句就是我会请他特别提醒我的是，要把你改成孩子的名字，这样的评语才会更加贴近孩子的心理。如果每一个都是你的话，因为我们班孩子太理解我一件事情，就是我太喜欢使用这些 AI 的，无论是卡夫的 AI、ChatGPT 的 AI， 或者说 Canva 的 AI， 都是我很喜欢用的。他们也知道我在课堂中会使用。他说：“老师，你写这些内容一定是 AI 产的，对吧？”我不想要让他看出这件事情，所以我会提醒自己要避免这样事情。所以最后一句是提醒我自己。那如果老师觉得这些东西是好用的，那也可以自己把它带回去用。那至少如果你们班级的孩子对于这件事情的敏锐度相对低的话，那你就直接复制贴上也没关系。好，那这是一个评语产生器。当我要提供大家连结的过程的前面前言是想要告诉大家，会是我设计这个的目的不是让老师随意填填表现就好了，而是让老师真心而去思考这一学期他和孩子的相处，帮助他去点选孩子最亲在这一学期的一些好的表现或者需要调整的表现。
而不是让大家有一种感觉是我就是交差了事而已，而是这个目的是让大家在面对这个困难的挑战的时候相对轻松，去提供一个能够真正发展孩子们的一个长期回馈。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实作看看，现场老师可以扫这个 QR code。然后这边也可以说一下，如果你的孩子在你手边，你此时此刻只想到他的负面情状态的话，当然不会真的都负面了。那你可以，如果此时此刻你对这个孩子只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子打打看，他会尝试用正面表述的方式，提供你这个孩子的评语。稍等我一下哦，现场的老师。然后另外其实这个评语产生器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或许可以去 GAI 的那个社团，那或者说在 Facebook 去查询相关的内容。无论是翻转教育就是亲子天下那个平台，又或者说其他的那个 Facebook 的社群，其实有蛮多老师在做这件事情的。对，或许老师可以找找看有哪一些东西是能够真正帮助到你的。对，这样子大家就不用重新再做一次。然后今天的目的只是让大家去体验这件事情，看这件事情能不能真的帮助到大家，在期末不会真的耗能到放寒假还需要一两周的时间去回复你的能量，才可以好好放假。老师可以吗？然后如果他给的文字内容啊，我其实有设定文字量的，所以他大概不会长篇大论。但是对于有一些，我有问过有一些老师是，但对他来说这些文字量还是有点太多，你还是可以下一个指令，你可以告诉他说这些文字好像有点太多，可以帮我精简到几个字以内吗？100个字以内吗？200个字以内吗？因为有些学校啊，他在发成绩单的时候，他希望就是一张就搞定，那一张就搞定的话，评语内容的字数就必须要去限定。好，我们再等1分钟，然后我看一下留言有没有是需要我回复的。然后目前置顶的就是这个评语的连结，刚才我忘记跟大家说了。我看到那个凯奇老师有说，刚刚在数学的那一个，我丢英语题目的截图也可以出题耶，那太好了！我发现哦，原来这个可以这样子做，太好了，不是只针对数学。那这边也特别跟凯奇老师分享的会是，如果他能够回应你的需求，那太好了。但这边也要跟所有老师说的会是，其实，在设定那个 GPT 的机器人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有一个知识库或者说资料库的内容，所以这个部分你就可以把你的东西或者说108课纲的内容，丢上去，领纲的内容丢上去，它会更精准的去抓取里面的资料。而不会从网络上去收集一大堆资料，给你一个模棱两可的资讯。所以如果能够回应就是英语科的需要的话，那这边也很建议的是，或许可以真的为英语科去设计一个助手。那这个需要可以更直接的，大概90%、95%的去满足，英语老师的需求。
好，那我先往下。那后面要先分享的会是多平台的联动，不过我看大家因为一直听我说，可能会有些疲乏，所以待会我们可以先休息到，老师可以吗？好，我们可以先休息到2:41，请大家上个厕所，喝个水，泡个咖啡再回来。那如果我开始的话，我会先确认一下大家都在，然后我才会往下继续分享。那我们先休息，我先关麦喽。我确认一下线上的老师，目前都回来了吗？应该不能说都回来了，就是如果大部分人都回来的话，那我就继续往下啊。所以回来的话，帮我就是丢个表情符号，任何一个都可以。哦，淑清老师，淑桂，我看一下，哦，淑清老师。没提到，哎，博宇老师，博宇老师是有问题吗？还是就只是按错标点符号？因为我会这样子。好，没问题啊，因为我也太常按错，每次参加线上研习我都会这样子，然后就被讲师点名。好，然后博宇老师这边说的是，哦，我这边是可以把简报提供出去的。好，那这边再往下讲到那个多平台的联动之前呢，因为也想要分享的会是我刚刚的那三个机器人是怎么把它做出来的。然后这个其实是付费的功能，我也不太确定未来 GPT 会不会把这样的功能释放给免费版的。那如果可以的话，那这一个分享或许它的帮助会更大一点点。然后，所以我换个页面，请老师们稍等我一下。好，那我这个页面已经是我自己的那个 ChatGPT 的页面了。我确认一下那个画面是清楚的吗？因为有些老师可能因为网络的关系，现在画面应该还是暗的。如果清楚的话，好，我看到了，OK。那这边也跟老师们分享的是，为什么我比较喜欢使用 ChatGPT 的，有一个原因是，应该说教学上会喜欢使用，有一个原因，第一个会是它的画面蛮简洁的，然后它对话的效果也是比较符合我需要的，但不是说其他的AI 或者说其他的生成式的那个聊天机器人。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其实一直以来，任何一个机器人对我来说都很有用。只是我最常使用 ChatGPT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教学上也会用到。那为什么教学上，我会让孩子使用 ChatGPT？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是，他一点进去，他就可以用。怎么说呢？我把我的账号登出。那登出之后啊，我保持登出状态。此时此刻，你就可以用 mini 版的内容了。所以你不需要重新教孩子如何登录，因为即便是高年级的孩子，他如果一直没有使用载具的机会的话，那其实这个能力是需要被培养的。他如何去连接他的 Gmail，如何去登录，如何去设定他的回答他的登录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需要教的。
但是有的时候老师真的没有空去教这些事情的时间，所以我会使用 ChatGPT 的原因是，即便是对于资讯相对不熟悉的孩子，点进去就可以用了。好，那我这边先登录一下。那这边要说的会是离线，如果你没有登录的话，你使用的是刚刚那个页面，它不会记录你的对话内容，所以它是会遗忘的。好，那如果老师的眼睛够敏锐的话，你可以发现左手边这边啊，你会发现我好像一直在看 ChatGPT 聊各种事情，对，他就是我的好帮手，他是我的影分身。好，那这个的话要跟大家说的是，那如何去建立自己的 GPTs？ 那 GPTs 它其实是 ChatGPT 的那一个付费版，目前还是只有付费版可以用的。免费版现在可以做到两，可以就是夹带文件请他分析，已经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或者建立一些图像。那这些能力其实也是孩子所喜欢用的。那如果是想要真的去建立一个机器人的话，这边有一个那个我的 ChatGPT， 那可以先让老师们看看。那我目前建立了大概这些内容，这些其实就是我喜欢做的事情。那这边也说一下那个什么一鱼吃三年啊，还有一些就是好好说话。其实就是我自己觉得我有这样的需要，我才把它建起来的。然后没有分享的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比较个人一点啦。比如说好好说话，就是有时候在现场就会听到一些负面的语言啊，然后孩子的抱怨啊，你已经为他尽心尽力了，然后他还是那边一直暴走的话，那你就需要有一个人听你好好说话嘛。那你不能一直把苦水倒给你另外一半，另外一半工作也很辛苦，所以你可以倒给谁？你可以倒给这个人，他就会跟你好好说话。跟大家说一下，那一鱼吃三年是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学校每一个老师都可能被赋予要写一些教学计划，那每一年教学计划其实差异性都不会到很大，那一鱼吃三年我就是把它丢进去，然后请他帮我生成另外一个就是可以交代的版本。就是很直白跟大家说这件事情，但是不是说里面的内容都可以用啊，还是要把它再做调整。好，那所以刚才大家所用的是这个高年级的教师评语产生器。那如果要建立一个新的 GPT 的话，这边如果你是付费版的，有建立 GPT， 那点进去之后，他会先教你怎么建立，然后这边会有它的配置，你要先为你的 GPT 命名，你可以放一些，你可以让它产制一些图片，然后这些图片是可以直接放进去的，还有一些说明，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些预览画面。那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带大家一一的去建立这个就是属于自己的机器人。因为它是付费功能的，所以先让老师们看的会是，那如果是刚刚所实验的这几个，比如说高年级教师的评语产生器，我给的指令是什么？其实这个指令啊，它不需要学会什么 Python 的语言啊 ，C 加语言啊，你就用一个自然语言给它，它就会根据你的逻辑去产出你要的东西。这是我觉得对于一般大众最没有门槛的一个工具。好，那我们来看看我到底丢了什么样的指令，它的跑比较慢了，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白色是完完全全正常的。那一样我会先给它一个指令名称是这个，然后跟它说明是这是针对五六年级教师期末它是给孩子的评语，所以不是给家长的，所以对象时间我都设定的很清楚。那我给的指令在这里，我们大概看一下，就是我先设定的会是请用五六年级的教师身份提供孩子小朋友整学期表现的评语。那我这边是一二三四，把我的标准我的需要写下来，包含刚刚的人设设定，刚升上高年级五下的会是他会成为校园最成熟的孩子，那六年级会是他剩下最后一学期了，他珍惜这段时间，他的潜台词是这个意思。然后在六年级下学期，如果是六年级下学期的话，刚刚如果老师给评语的话，他或许有给会看到有一段文字是特别针对他国中，对他国中的期待。然后评语的选项大概是这里，
以正向的语言，然后如果有一些那个引导上，如果引导中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的话，必须要提供我，提供这个使用者一些选项。那 O 是不需要打的啦，我只是就真的以自然语言把我的需要打上去而已。然后提供完评语之后，记得要提醒老师要将你改成孩子的姓名，增加真实感和亲近感。那因为我不太确定下这个指令有没有用，但是我有问过 ChatGPT， 他说可以，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可以。因为我是付费版的，所以我一定可以，就是用完我所有的孩子。但如果老师们在使用过程当中，他发现额度不够了，我这边是设定说它可以变成 3.5 的模型， 3.5 模型它的使用的额度应该就没有上，相对没有上限了。好，那评语的选项我还是有给他一些资料，那这些资料是他可以抓下来的。目前我给他是32个，但是给完这32个，你可以问他说可不可以给我其他的，他就可以再去搜寻。所以最简单的机器人大概是长这个样子。那刚才所说的资料库在这里，然后如果有更精准的内容的话，其实是可以这边上传资料库，然后让他从资料库去收集这些资讯。好，这是评语的部分。那另外是，我们就以对象来看，刚才是孩子的部分嘛，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家长的部分。那如果是家长的这个 LINE 的模型的话，那作文我有用。那我这边就，因为这是我很早很早之前就做好的，所以它比较没有那个结构性。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的是，那我的指令其实就是把它区分成，我把我的需要全部打上去了，那你就要根据我的需要回应我的需求。那一旦 OK 了，那我这边就先测试完。测试完，我发现他给我的东西是我真的可以马上使用到的，我才会让他更新上去。但是 GPTS 我觉得好用的原因就在于这里，因为它可以真的去建构出一个完整的符合你需要的一个机器人。那如果真的有机会，老师们已经有付费的，或者说有这个机会可以尝试看看用别人的账号尝试看看的话，那我都觉得可以尝试做出一个机器人，它可以最大程度去降低你的行政负担。好，大概是这样子。以上想确认一下，老师们还有任何问题吗？好，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老师随时提出来，那我就回到我的简报上面了。好，再来就是因为刚刚我们花比较多的那个时间在解释 ChatGPT 要怎么用，那为什么会使用 ChatGPT 也跟大家分享过，因为它是目前至少在对于台湾人而言的话，它是最直接可以联想到它是一个 GAI 的功能。那当然这些 AI 这个东西啊，它不是现在才出现，它早就出现，就像是之前一开始分享的 Siri， 还有后面分享到的这些平台都很好用，但是大家对他可能比较不熟悉，所以或许我们可以再花多一点时间来看看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平台它是可以互相联动的。那这边唯一一个目前还没有 AI 功能就是 Pokemon， 目前还没有，我不太确定会不会有，可能会有了，因为像军医就现在如火如荼的正在展开当中。对，好，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 Note GPT， 它是做笔记的。它和 Google 的那个 LM 是蛮像的。好，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该花很多时间在讲的 ChatGPT。那我们来看看，如果是我的话，我如何把它这三个平台落实在我的教学当中，然后会硬要放 Pokemon， 有一个原因是，一来小朋友最比较喜欢，如果是你要给他做练习的话，大量练习或者说学习上的降低压力的话 ，Pokemon 确实是一个好的工具。因为他们如果不断的，如果他是很少在用 Pokemon 的，然后他进到 Pokemon， 他第一个是感受会是这是个游戏，但是我们不希望让他感受到这只是个游戏，因为如果他只知道这个是游戏的话，他就会花一半的时间在做宝物上的交易。我们不想要这样子，所以
这个是我在五上导入 Pokemon 之后发现孩子遇到的困难。但是他后面因为我们班太常用这个了，所以他后面就真的就是一个在 算题目然后去和大家做竞争的一个平台啦。他们就花比较少时间在做交易了。好，等我一下，再点一下。好，那如果我们刚才想要这一段想要跟大家说的会是，我想要出，因为 Pokemon 最知名的，或者说想要告诉所有台湾的老师一件事情，就是学习是可以有趣的，以及它是可以有趣味性的。那同时在趣味性的过程当中，你还是可以培养孩子的阅读素养。这是在两年前或者三年前 ，Pokemon 对自己的定位，至少我的理解是这样子。那确实在我的教学当中也是这样子发生的。所以如果是素养型的题目的话，我会让孩子去练习。但是当我在做第一次的时候，我发现到一件事情，哇，那题目的内容哦，题目内容他能够理解就很了不起了。好，他已经了解了，他已经信誓旦旦说，老师，我有能力去回答这些问题，这五道问题我应该可以。那点开题目之后，他发现好像一题都回答不出来。这是我们班在做 Pokemon 素养题目遇到最大最大的困难。题目的文章已经很困难的，他能够理解文章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他点开题目发现他好像一题都回答不出来。所以他们在五上的时候最讨厌做的就是 Pokemon 的素养题，但不会讨厌这个平台。所以我在克服这件事情的是，如果有一天我能够给他们想要看的素材，同时也可以借由这些好的提问技巧给他一些指令的话，那会不会他们真的能够在这个平台当中培养他的素养能力？因为这个平台是他所习惯的，他喜欢的，那我就要借由这个基础去设定我的素养题型。但如果每一次都要靠我自己在设定素养题型的话，要产一道素养的文章很困难呢，头很痛。对，所以我在想，以现代的孩子最常见的会是什么？当然就是 YouTube 啊，那 YouTube 短影音也好 ，TikTok 也好，他们都是很习惯，就是一有时间就点开来看的。无论他们有真的把它看进去，但他们就已经习惯做这件事情了。所以这个连教都不用教，所以我一开始先设定为什么要去连接 YouTube 的资源，去把 YouTube 的影片变成素养文章的原因在这里。因为 YouTube 这个东西是他们所习惯的，你不用连教都不用教，他就知道该怎么点了。好，那所以我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模式去抓到做到一件事情，我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影片，那这个影片可以做到一件事情是。他能够产出逐字稿，产出逐字稿可以干嘛呢？我要请 ChatGPT 帮我分析里面的题目，然后去重新产出五道去符合四乘四提问的题干，然后我会把它汇入那一个 Pokemon 里面，它就变成我们班的素养题。待会我们来看看我会怎么做。所以第一段的内容是想要请大家。尝试将 NoteGPT 加到你的 Chrome 中。好，大家要怎么做呢？因为有些老师可能不知道，其实 Google 蛮特别的，每个浏览器它都有一个扩充功能，是在，等我一下，我要调整一下我共享画面的内容。好，待会我会共享的会是我的视窗。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是蛮正常的。我换一下，好，那如何去找到那个自己的那个Chrome 的扩展画面？在这里，上面有一个三个，右上角有一个三个点点，下面有一个扩充功能，然后再往下，这里有一个前往那个线上应用程式商店。然后如果老师不会的话，其实这个小朋友超会用的，因为我发现小朋友，我告诉他说，就去那个应用程式商店去扩充一下你的功能，我发现我们班的小朋友都会，不知道他们都在上面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好，点进去之后，你可以看到这里，你可以搜寻那个
扩充功能，刚才说的扩充功能是那个 Node。好，这里点进去之后，你看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加入，然后你可以新增，然后它下载会蛮快的，但它会需要一些授权。目前我测试过，授权应该是没有什么质安的问题的，但它需要一点时间，就请大家等待一下。好，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我想就先往下分享。啊，比较不会耽误到时间。啊，这边会是啊，进到 Node 之后，你可以进到你的 YouTube 去搜寻你希望融入的议题，去挑选适合的影片。但我这边实测过的经验会是，影片内容啊，不要超过七分钟，会比较适合一点。为什么不要超过七分钟？其实这也是教育部希望每个老师都需要有翻转教育的能力，也就是视学的经验的导入。其实我们会放影片给孩子，或者让孩子借由自学的方式去看影片的原因，就是希望他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所以如果这个影片时间是十分钟以上，二十分钟的话，那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的认知负荷的理解会很大。他可能就会像他，如果你有真的留意过你家的孩子，或者说你们班的孩子，如果他有一个自由时间去打开 YouTube 的话，他们会看什么话？第一个会看短影音，我观察到的，啊，一看就会忘记的那种东西。那第二个就是看一些什么动漫解说啊，然后那个超长几个小时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学校会这样，会喜欢看那一个。那会发现，哎，我们班的孩子会这样子看，会看这两个，然后这两个就是。他完全对他记忆力完全没有任何帮助的影片，看过就一定忘记的，所以影片内容我都会建议产自就是七分钟以内。那因为七分钟所产出的逐字稿的量也比较不会太多，分析出来的东西也会更加精准一点。那当然，如果你要去记录超过十分钟、二十分钟，这都可以。那我觉得如果要产制那么时间那么长的那个影片的话，我也建议用另外一个 AI， 是克劳德，它在文字上的处理上会比较符合老师的需求。好，稍等我一下。啊，如果大家 OK 的话，就可以登录。好，这样子它就已经在我们的扩充功能里面了，在这里，这里就是扩充的右上角，因为扩充功能有点很像拼图的，我一直觉得它是拼图，希望它是，然后如果你担心它不在的话，你就按定选，它就会出现在这里。那其实它的功能有蛮多的哦，那免费版的是至少它的逐字稿功能是清楚清晰的，那如果你要付费的话，那它可以做更多事情，其实是 LN 也可以做到的，就是它变成做摘要整理。好，那我们来看看，可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回到那个简报里面。好，我回到简报里面之后，等我一下，我忘记。我忘记去阻挡那个影片的影片的那个广告了，所以如果刚刚有下载之后，你会发现它右边它已经帮你，一旦点进去之后，
你的逐字稿就出来了，连影片看都不用看就出来了。但这是有前提的哦，如果你要用 Note GPT 或者其他目前市面上大家所理解的，就是笔记型的，可以快速摘取字幕的，产出逐字稿的，它都有一个限制在这里，它都需要有 CC 字幕的。那这个 CC 字幕它不会限制它要是中文 CC 字幕或者英文的，英文的其实你也可以用，你把它全部复制下来，请 ChatGPT 转成中文的，目前的翻译我看下来都蛮符合常理的。好，所以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把它全部复制下来，包含时数都复制下来，然后再回到那个 ChatGPT 去问问题。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先回到简报。我们来看简报的范例好了。那老师们也可以一边做一边试试看。分享画面。老师们稍等我一下。好，那这边就是跟大家所说的，那也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是一个例子，因为刚才做的过程全部都是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所以它是一个例子。没事。那实作的过程，大家如果要扫这个 QR code 的话，其实里面就是我先整理出一些，它其实是 CC 字幕的连接。那个线上的老师也稍等我一下。老师们稍等我一下哦，因为我刚才在抓取我的那个播放清单连接。Hello， 我是魏观众，欢迎收看 Nice Core 好和弦。好，老师们，刚刚我放的那个置顶连接。就是目前我的，我写了个可以让 YouTube 们更快出来的 CC 字幕，可以直接使用的影片在这里。那如果刚刚已经下载过去的话，你就可以发现到它其实它逐字稿可以快速产出来。老师 OK 吗？哇，需要帮忙？对，装进去以后，然后找随便找一篇影片嘛。对对，直接去找那个。那从哪里找？我从那边降进去，然后假设我随便找一个来分享给好了，随便，然后呢？哦，这边我刚才有说的是那一个，因为它没有 CC 字幕，这个它没有 CC 字幕 ，CC 字幕在这里，所以它没有办法抓取。CC 字幕，对。那我怎么，我要怎么知道它有 CC 字幕？哦，这可能就要需要，对，就是得去试。好，所以刚刚那个现场老师问一个问题，说，他已经找到一个还不错的影片，那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快速产出逐字稿？其实就跟刚刚所说的一样，因为他的影片没有 CC 字幕。好像筛选键的时候，会可以选，就是 YouTube 的筛选可以选有字幕。对对对。然后再去找。所以大家如果在使用 YouTube 的话，记得可以用那个影片筛选的功能，这是刚才现场老师有分享到的。那把它筛选出来，你所找到的资料。它都有 CC 字幕，那这个 CC 字幕是已授权字幕的话，它就可以快速借由这个 AI 去抓取里面的逐字稿。那抓完逐字稿之后，它就可以，你就可以和 ChatGPT 讨论一下。那我来放放我的那个讨论之后的结果。
第二段就是我会把这些逐字稿复制到我所使，这边不一定要用 ChatGPT 啦，像刚才有说到克劳德也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那就请那个 GPT 根据你的要求设定相关的题目。那一样，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例子。好，那这里我的对话记录会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希望我的提问是有层次的，那这个层次其实就是国语课教学老师们或者阅读老师都会用的嘛。那这个层次可以帮助孩子去更理解他的文本内容以及影片的架构，所以我希望他能够先知道这一个四层次的提问定义，先在我的框架里面找方向。好，那这些框架其实这些内容就是很简单，你在 Google 上面去搜寻这个定义，然后全部把它复制下来，然后贴上，然后告诉他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他的是你要先记住这件事情哦，你要记住这个事情，你要记住这个提问的规范或定义哦。好，那有时候 ChatGPT 会蛮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你丢上去之后，他会用英文来回复你，那我会希望他。我看得懂英文，我没有问题，但是我是希望他不要最后产出来的问题，就题目也是英文的，这样会一直卡住。所以我跟他说，我看到他用英文，我都会先跟他说，哦，拜托先用中文哦，用中文跟我对话。然后如果他用简体中文的话，你会跟他说，我要繁体中文。好，所以他说他已经记住了。他告诉我说，如果你需要根据这个来设计题目或解释，好，随时告诉我。那太好了，那我告诉他一件事情在这里。好，这是我给他的指令，反蓝色的这个字幕是我给他的指令，是请根据以下逐字稿提供五道选择题，符合这四程式的定义，按照难度出题，并提供标准答案与详解。这是我给他的，后面就是全部复制贴上的内容，就是他逐字稿内容。好，那后面他给的回复会是根据这段文字啊，以下是符合五道那个四层次的定义的选择题。第一个是提取讯息哦，完美的去符合我给他的资讯框架。第一层次确实是提取讯息，故事中哪三位神仙？三位神仙遇到的动物有哪一些，他给我这个，甚至给我一个详解。那这个详解可以让我去判断一件事情是，他是不是真的根据逐字稿去找答案。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一题就不应该使用。因为小朋友跟你说，老师影片都没有。那逐字稿可以帮助你一件事情，去判断他的题目是不是根据这个影片来出题。如果不是，这一题就不宜放上去。好，那第二个层次是推论讯息，没有错。那确实，他在提问上就是推论讯息的架构。为什么三位神仙选择兔子成为玉兔？详解是这样子写的。好，那也确实和影片一模一样。诠释整合，快速看完。然后诠释整合其实也是我们期中考会这样子出的。整篇文章看下来，兔子的行为反映哪些主要概念？到我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个状况会是。主要概念，概念这个词汇其实对于国小生来说它是不容易理解的，所以老师也要有审题的能力啊。老师审题之后发现这个词汇它不容易使用的话，那你可以去换掉，譬如说我可以换成主要反映哪一个品格啊，反映哪一个特质，这是我们平常会和孩子对话的，所以必须要老师还是要有审题的眼睛去看看它，有点像是他在出期中考卷，然后你来审题。那你审的 OK 的话，那你这个题目才可以送出去。好，最后一个是比较评估。好，大概这样子。你认为作者在这三位神仙与动物之间互动，想要传达什么讯息？哦，那这确实也是一个比较评估的提问架构。好，所以如果你没有给他这个框架的话，他或者说以及那些范例的话，他会发生一个状况，就是他就真的，他即便给你一个比较评估，但他是一个提取讯息的问题。
有时候 ChatGPT 会这样子，所以你要给他一些范例，给他一些定义，他才会根据你的需要回答你的问题，变成你的好伙伴。好，那我再回到那一个简报里，稍等。好，那藏完题之后，只需要做最后一步的步骤，就进到 Pagamo 的教室后台。我不太确定大家如果有在用 Pagamo 的话，可以尝试做这件事情，把进到教室后台有一个新增题组的页面，将题目上传就可以让学生进行操作了。那所以教室后台它不是只有去选择那个县市政府的什么防灾的提醒啊，反毒的提醒啊，又或者不是只限于用康薛、南一、翰林的那些题主题，你也可以把你觉得重要的题目汇整成一个素养题目、选择题、是非题丢上去，你还是可以借由它的平台去发布这些题目的。好，那这个步骤就不进行喽。所以回应刚才前面，如果是多平台的使用的话，其实我对我来说的话，它是我必须要和 ChatGPT 达到一个共识，是我要它是我的伙伴，所以我需要先让伙伴知道我的使用习惯，以及我要和他讨论什么。就像是我们去开任何一个会议，我们总不希望我们来这边只拿一个便当坐在那边，听完就不知道到底要带什么资讯回到学校去传达。那我都需要知道的是，那我来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什么？角色定位是什么 ？ChatGPT 也需要，所以你需要先给他一些知识和框架，再提出你的需求。譬如，请根据上述的重点设计五道阅读前、阅读该影片前的知识前测，对象是五年级学生。好，题目需要根据这四层次的提问，然后并且要提取讯息类为主。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最后一个？因为它是影片前的前测。好，那第二个我自己的经验会是，你即便给了一些指令之后，你都要让这个对话是持续发生的。不要期待一件事情是你把你的指令丢上去之后，它可以完整的回复你所有的需求。范例会是，请将这些提问调整成更加生活化，减少一些专业知识，或者你直接告诉他，请把主要概念这个词汇换成小朋友能够理解的语言，这样子做也可以。因为有的时候你的脑袋，你在备课的时候，你的脑袋现在突然想不到这个词要怎么抽换，你可以直接告诉他你的需求会是什么，你的对象是谁，这都可以让他判断说接下来我要怎么去修改。那在我教小朋友的过程当中，小朋友一开始会用 AI 受挫的原因是，他会说：“老师，我教他改啊。”但我一打开他页面，他说：“他上面都写这个我不喜欢，这个没有办法回答老师的问题，这个很奇怪，帮我换一个。”他会给这些你猜不透他到底要想什么，就有点像是你和你儿，这不是抱怨，这是那个经验的分享。先跟大家说，就有点像是你晚上你跟你的老婆说：“嗯，我们今天心情好，礼拜三今天业务比较少，回家去外面吃顿好的。”那他就说，那他就说好啊。那你就跟他说，那我们去吃什么呢？他就说，随便都可以。所以小朋友其实就是用随便都可以的方式去面对 ChatGPT， 而没有跟他说你到底想要的方向在哪里。所以真正能够对待一个人的方式就是，我觉得火锅或者烧烤哪，你要吃哪一个？给他一个选择题，给他一个框架。都能够让这个对话持续发生，不然那个男朋友或者老公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最后就吵架，希望大家没有这样的经验。好，那第三个使用的心法会是，你要给予这个角色，同时要定时让这一个 AI 来反思 ，AI 是有反思能力的哦。譬如，请用五年级学生的角度来一步一步去引导我学习数学。因为有时候虽然说我是老师，但我想要知道我的教法到底好不好，我现在教的内容到底还缺漏哪一些，它可以帮助你做角色扮演。所以我可以告诉他，你要扮演的是一个国小学生，然后或者什么样的学生，然后你听听看我这样子教你，你能不能懂，不懂的地方可能在哪里。我觉得
而 ChatGPT 的出现能够帮助老师去调整他的教学，因为有的时候教久了，大家都会这样子，就觉得这个模式是 OK 的。但是面对下一个学生，你会发现下一届的学生好像为什么都听不懂，上一届的学生学的超好，下一届的学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测出来的结果都很差，然后你完全不知道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那不如请 AI 当做你的好伙伴，让他扮演你的学生，让他说出他真的不懂的地方。我觉得和小教导老师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你要面对一群他可能说不清楚自己话的孩子，然后你要帮助他去解决或者面对他的问题。这件事情太难太难了，因为他连自己的问题都无法知道的话，但是确实 GPT 可以，他可以一边扮演一边告诉你他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他具备反思的能力以及角色扮演的能力。好，所以后面我在看的时候，我也在往下思考的位置，如果每次都要用三个平台的话，那好累哦，好辛苦哦。那有没有一个更好用的、更直觉且能一站式生成题目的平台呢？那其实是有哦，有，而且还不少。那一站式的平台，譬如这两个我都觉得是 OK 的。那卡户现在的 AI， 我觉得是可以尝试看看的。尤其这一学期，其实县政府有那个发文给大家说，欸，其实卡户的付费版你们可以申请哦，第二波好像也要准备开始申请了。那我是第一波有申请到了，我用得很开心。那 LN 的话也是 Google 的。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好好讲解下面的，所以我们先把重点放在卡户，因为这或许是线上比较多老师有的功能。那我们来看看卡户可以怎么做。卡户其实很简单嘛，一样，你可以做一件事情，找到一部还不错的影片，还不错的影片。然后这个影片啊，它是可以放在卡户的，因为卡户的定位是它是趣味性、有互动性的、反馈性极强的一个平台，所以孩子在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他在使用 Pokemon 都不会那么失控，但是他使用卡户的时候，他就会，哦，那个兴奋的感觉，那个竞争的感觉直接被激起来。所以卡户是一个好用的工具，但是我不会把它定位成它是一个检核工具，它是让我提起孩子对这件事情、对这个知识的求知欲的，引起动机的，所以我会放一个影片。放影片进到卡户，让他做题目。所以举个例子，我教的这学期的粤语国小也有带一个社团叫多元文化。那刚好这阵子在教的会是日本文化。在日本文化当中，那个鬼神文化是蛮特别的，孩子也很感兴趣。我有提供这个影片，让他回去看完之后，然后下一次上社团课的时候，我有用卡户让他们测试过。我们来看看，那如果要用卡户的 AI 可以怎么做呢？你找到那个影片，很好，太好了。那一样，因为你已经有那个逐字稿了，你就把它复制下来，然后变成一个 PDF 档，然后右左边啊有一个 AI 的生成工具，它下面有一个那个 AI 协力，点进去就对了。我目前只用左边那一个，我还没有根据主题生成过卡户的那个 AI 经验，所以这边我只会讲的是左边那一个功能，根据 PDF 的档案生成卡户。然后它生成出什么呢？它生成出这个，好，那日本妖怪知识测验，那这些题目总共有16题，这16题我都看过，其实都还不错。我觉得在使用卡户的过程当中，让我收获最大的是它都有照片，它都有图片。那这些图片大部分都是用 AI 生成的，但是有一个好处在于，卡户的照片啊，它的优势在于它会变成这个题目的一些指引，或者说一些提示。譬如第一题，他说千寻的父母变成哪些动物？哦，那个上面如果有认真看影片的，就知道这个图片根本就已经告诉他答案了，就是猪嘛，对啊。那第二个，百鬼夜行会发生在哪一个季节？他如果对于季节是有感受性，他看到图片就觉得他一定是很热的天气，不是春天就是夏天。所以这是我使用过的经验，它其实是很好用的工具，但是它还是有它的限制。这个限制是，这个 QR code 大家可以先不用扫，没关系。哎，还是可以扫一下，没关系，好像还有一点时间。然后线上老师稍等一下。
好，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老师如果扫进去的话，其实就是卡户了。那我们来看看那个孩子们会惊艳到的题目大概长什么样子。所以老师们可以，因为我不知道可以容纳多少老师啦，那如果老师有卡户的话，就直接搜寻卡户就可以了。我们来玩玩看该题目，这些题目。那为什么要去玩这个经验，玩这些题目？其实最大的原因是想要让大家去感受到，那在社团课，我的孩子在这个生成式的 AI 当中，体验的感觉会是什么？有感觉，大家才会觉得哦，这件事情的限制在哪里？可以做些什么？所以大家稍等我一下，我要开一下我的卡户。因为我刚才忘记先登录了，所以大家麻烦再多等我两分钟。好，如果老师手边还有另外一个载具的话，或许可以加入看看，去体验看看啊，卡户这一次的题目，给你的感觉是什么？给你的限制是什么？哪些地方你觉得这个地方这个题目是做出来是需要改善的？因为有时候你会感受到一件事情是，卡户这个题目生成出来，它有很多很多的限制，或者说甚至很难用的。地方，这待会也会跟大家说。那我目前，用下来的感受是什么？那另外也要说的就是，那大家没有我这边，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在用卡户都会相对疯掉，所以我给他做的都是用转盘的方式去选名字，不然他会取一些很奇怪的，然后有时候又会在上面告白，很奇怪，小朋友都喜欢这样子。对，好，我们再等个30秒，有兴趣的再加入就好了。那如果想要看大家做的话，你就看荧幕就好了，没有问题。好，那我要先开始咯，那其他就来当那个观赛者。第一题会是千寻的父母在这个影片当中变成了什么动物？因为大家没有看影片，所以如果选错没有关系，不要太在意，不要太在意这件事情，只是体验一下它的题目的感觉。你看完之后，它生成题目长什么样子而已，不用太在意这件事情了。我们不要有那么多胜负欲。就三头尔啊，那一次很荒谬，放了三天，就三头尔呗。哦那就放快一点了。原来都没关系，那都什么空白的啊？台风假，我还有。
第二题会是百鬼夜行，主要发生在哪一个季节？刚已经透露过答案。好，好在夏天哦。我们快速喝，快速，我们没有任何的竞争，没有任何的比较，我们就只是看看题目而已。藤原常行为为什么会遇到妖怪？对，我们其实在影片中有讲过，但是大家没有看过影片，所以乱猜没有关系。自己来的吗？所以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卡屋的题目，它生成出来大部分都是提取讯息的问题，然后它的题干和选项都会相对短。啊，没有选对是蛮正常的。我们玩个五题，因为后面的题目大致都差不多，玩个五题我们就可以跳回原本的内容了。好，也包含他介绍那一个时代的作家。那如果有绘图经验的老师，应该比较能够辨识这个到底给了什么音效。这还是在去不了。好，这个富商神是用什么变成的？如果有影片看过影片的话，他你比较能够理解他的图片到底给你什么样的提示。因为什么那个我进不去啊？可以给我关键字吗？哪一个？嗯，你说是旧的物品啊，所以他刚才挑选是二手市集的东西。好，那老师们可以跳出来了，谢谢，谢谢，这是对老师的配合。啊，那是什么？我们就不继续下去了。这样就好了，再先打 PID 就会有。啊，没有啊。我回头。先打 PID 应该就会有，不用2020。稍等我一下，我来共享萤幕。好，我们来回头看一下卡户的后台。那刚刚有特别说过，其实当用卡户的 AI 来生成题目，它其实即便它是个很详细的逐字稿或者一个报告。它产出来的题目其实都大部分像是提取讯息的题目，像第一题到第五题是大家有经验过的，后面的题目也是。好，所以即便那个卡户是好玩的，但你会发现到它所生成的题目，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试过四五次，它产制的题目大部分都是一个。你看过大概有印象就可以回答的问题，所以他是没有办法，至少在我的班级上，他是没有办法当做一个检核活动的。他适合做的会是社团课最后的结尾，让大家带着开心的心情去迎接下一个社团课，或者跟你说拜拜。又或者在一般的课程当中，他是一个，当做引起动机的活动。所以和刚刚去联动那个 Pagemo 的。定位就不一样。Pagemo 的那一个是因为我们有深层次的讨论之后，这些题目是 OK 的，我们才上传。但是卡户不是哦，卡户是他直接产出二十道题目给你去挑选。但这二十道题目里面，它的范畴大部分都是提取讯息类的题目，甚至它的题干都不会像你一般在自己设计卡户来的长，它都是很简易的。所以它的好用之余是，它可以快速生成出一个。引起东西的活动，甚至它有影片，然后这个趣味性、互动性也很高。好，那回过头来，我们来看那个简报。好，那既然是我使用过卡户之后，我在思考的会是，那有没有一个机会是，如果我把题目都设定好之后，我上传到卡户上面？那他可不可以直接用我的题目？这是我尝试过的，我就直接把它汇整成一个 PDF 档丢上去，然后直接请他根据我的题目来设计这些引导的提醒啊。我真的试过了，所以
这其实是大家的好朋友啦。那老师的好朋友这三个，一个是康轩出题高手，另外一个是南一云端出题，另外当然还有那个翰林命题大师。这三个好朋友啊，其实就是小朋友的敌人。那其实这三个好朋友，如果要用好朋友来出题的话，其实很简单。但是如果要把它结合到卡户的话，遇到一个困难点是，譬如我生成出，我把那个题目生成完之后，我把它丢上去，它会修改我的题型。我的题目明明不是长这样子，但是它最终修改出来的题目长这个样子。嗯，那这就不是我要的。所以对我来说，在国语课的教学，如果真的要用卡户的话，它只能用在叫做生字的读音，还有生字的辨识上。那如果是其他的，譬如那个修辞的题型的话，那就不适合放上去，因为我用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给的句型真的很短，短短的一句话，它不是一个句子，它是一个短语。然后你要用短语的方式辨别那个修辞，其实就没有任何的鉴别度。所以如果是用卡户应用在国语文的教学的话，我这边只有两个建议。第一个会是把它放在生字上的教学，生字上的辨识。第二个会是我们就还是用那个出版社尽心尽力帮我们设定好的卡户的题型，先这样就好了。那我不知道一个月后我们有没有办法摸熟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摸熟的话，我再分享给大家。好，所以有两个重要的提醒是，第一个，卡户所生成的题目的品质是需要检查的。生成完之后，你看到有一些题目它很奇怪，这很正常，因为你没有对话过，它是一键生成出来的，它没有办法根据你的提问，你和它的讨论生成出一个高品质的那个题型。那第二个会是，如果要导入题目而非一篇文章的话，目前仅适合生字的题型，这是我个人经验，分享给大家。好，所以整体来说，对我来说，如果要使用 AI 的话，那我会一直提醒自己的是，学习本质不是在知识上的获取，而是理解的转化。也就是说 ，AI 它不会取代老师，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子。它是我的好帮手，它让我很有能力的老师，因为它是我的标杆，所以 AI 可以让我加速做到这件事情。哦，这也，那。下一页会是最后快要到结尾的时间，你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在我的课程当中，因为我这学期很多学校遇到一个困难点是，老师很难找，代理老师很难找，因为大家都有转换跑道了，或者说有更好的机会考上正式老师，这都是好事。但是一所偏乡学校找到代理老师、代课老师都很困难，所以我这学期除了担任导师以外，我还接了我们学校的资讯课，那在资讯课我到底想要教什么？因为毕竟我不是资讯专业的老师，所以我在暑假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在思考，那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好玩，学生一定知道的，而且他可以帮助他学习的。所以我目前有两个，一个会是那个动画的产值，就有 AI 做动画产值，那这一套课程还没进行，所以先不分享。但这一套另外一套课程是这个 Suno 的。那 Suno 如果老师有接触过的话，有吗？现对音乐那个产制的，快速产制出来的话，那如果因为大家蛮多人是因为认识那个文胜老师，所以加入这个分享的，所以文胜老师昨天好像有分享类似的文章，大家可以看看。那对我来说 ，Suno 它会变成我这一个多月以来的资讯课，所以对我来说，一个平台它可以教一学期，它不只是可以教一个月。他可以教一整个学习，然后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不断的经验到不一样的学习。那我是怎么做的呢？大家也可以扫这个 QR code。那这个 QR code 是我在教我们班的，因为我喜欢用讨论版。那这个讨论版是 Padlet， 去记录一下，他们会自己记录自己学习的历程，也会把自己的学习成果放上去。尤其在这个时代，我希望学生的学习他是能够共享出来的。而不是一个人走得很远，然后忘记后面的人。好，然后线上老师稍等我一下。
好，那目前我共享出来的页面就是我这一个月所上的相关的课程。那当然这个月不是只上 Suno 而已啊，还有上 Canva。那先把连结丢上去。然后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在政府也这边也有就是开通可以让大家申请是 PayLay 的那一个付费版的功能，所以我也很开心的也申请。那这边其实是我希望孩子能够在这个地方回去复习，因为这个对他们说很感兴趣，所以他们时不时就点进来去看看自己写的歌，其他同学听的音乐。那我是如何引起他的动机的？其实是因为高年级其实他们最讨厌上的一堂课不是数学课，一开始不是数学课，是国语课，不是国语就是数学。我已经想不到有哪一堂课可以取代这两个无聊的课程了所以六年级有一个课有一个课名地课就叫跑道，康轩地课，那我就把它变成一首歌。然后他们听完之后说：“哎，老师，这首歌好奇怪，为什么好像课本上有听过，有看过这些文字？”我说：“很好，你有上，有认真上国语课哎，我好开心哦。”那点进去之后啊，你会看到这个哦，感觉很好看的页面。对，它是一个测试用的，所以我会放这个音乐给他们听。然后上面内容啊，全部都是那个什么学校的那个课国语课的内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进去听每一首歌。那我一开始做的就是去引起他们的动机，去让他们理解哦，原来国语课可以不要那么无聊原来资讯课可以让所有课变得有趣，那太好了。好，但是我不会只希望他们学到一件事情是这里面可以产出我要的歌而已，我要让他们去产出的会是后面说的课程，它上面都有一个主题，譬如说 J-pop， 譬如说 K-pop， 因为这两种主题其实就是孩子们在一般自己进 YouTube 会特别听的歌。那为什么要教这一个的原因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借由这个 AI 的工具去知道自己喜欢的歌，它有的音乐风格长什么样子，有没有一种可能会是它可以自己产出这样的歌曲。所以我会让他们借由 Suno 去创造这两个风格，甚至第三个、第四个风格的。那很可惜，因为台风的关系，我们原本那一周的一个任务是，因为他们观察到有一个小朋友跟我说：“老师，那 Suno 有没有机会可以帮我们的国歌改变一下那个曲风？因为他发现我们的升旗越来越少人唱国歌，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说：“好问题，那我们。”那一周就来做，但是很可惜是台风，然后后面又要准备那个毕业旅行，所以如果有机会再分享那个国歌给大家听，因为还没产制出来。好，那后面刚才说的会是 J-pop、K-pop， 其实是大家所喜欢的。那我要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理解他所喜欢的歌，他的风格、他的曲风到底有哪些元素。所以我也请他去结合 ChatGPT， 因为此时此刻他们已经很会用 ChatGPT 了，所以他用 ChatGPT 去分析他的歌这一首歌的曲风，再导入 Suno 产制出一首属于他的 K-pop 的歌、J-pop 的歌。我不要让他直接产出，我要让他真的分析过后再去产出这些歌曲。这是我在资讯课的实践，然后这堂课。这个系列的课程的反应也还不错所以如果老师想要尝试看的话，这个方向或许是可行的。好，那我们实作的话，其实就是需要进到 Suno， 这是 Suno 的连结。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带着老师一一去尝试做做看，但我都蛮建议老师，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点进去。因为我相信这其实也是现在国中生、高中生如果有在使用 AI 的孩子们会用的平台。我们不一定要熟练这个平台，但是我们要去经验孩子所经验过的这一个东西，否则我们和他的代沟越来越大，
那这个代沟一大，然后他就会觉得这个大人不理解你。那实际上老师很努力的去让每一天，让你的每一天过得充实，那不要让老师自己的心血白费掉了。所以我们不如多跨一步去了解一下孩子们，如果这个 AI 如果能够帮助孩子去理解，或者说这是他们所喜欢的 AI 的话，那我们可以来尝试看看。好，那我的课程大概是这样子，Suno 加 ChatGPT， 我需要让我会先让孩子们知道一件事情，是这两个工具它的定位是不一样的。Suno 它是一个产制工具，我用的词汇是我们班孩子能够理解的，因为我常常会丢一些很奇怪的词汇，产制啊之类的。好 ，Suno 它是产制的工具，什么是产制呢？产制就是它会生成出一个产品的，它是一个产品开发商。那 ChatGPT 它是分析的。他去分析出这个产品的优势、劣势，以及它的术语元素有哪一些。所以你不能在还没有分析后，你就马上去产出，这个产出来的东西不会是你要的。所以你需要先用 ChatGPT 问完之后再进到 Suno。所以这句话是我告诉我的学生的：你不能期待 Suno 每一次都产制出你喜欢的音乐，因为你还没有分析过。好，那。最后三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 Canva 这阵子不断的去优化自己的平台，慢慢你也会发现 Canva 有很多的功能，它不只是去年最红的功能，可能就是去产出图片，因为上面的元素你可能没有，你可以借由它的魔法工具去产出图片。但实际上它现在包含剪片都有 AI 了，包含它的文字的调整都有 AI 帮你做润饰。所以对我来说，教导孩子，因为国语课其实有一个什么语文天地，他就要叫老师教孩子做简报。那其实一开始我在一开始面对这个堂课的时候，其实是不知道到底要该怎么教，因为简报课怎么可能一堂课就结束了，真的不会，即便有 AI 帮忙，你都可能要一整周去教他这件事情，但是在教的过程当中，其实不会再让我痛苦了，因为孩子知道一件事情。这些东西我产出来不漂亮，但是我有一个工具可以帮助我让它变漂亮。他的想法是有地方可以落地的，所以目前的 Canva 是我蛮推荐可以使用的平台。好，那也花一点时间让大家看看，那 Canva 如何让这件事情发生的。好，然后目前所分享到的页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你看那个制作人就不是我吗？这是我的姓名，他只是共享给我，这是我的学生，他们两人一组去，我给他们要求是学校或者说国语课给我们的要求会是去做出那个毕业旅行前的一个地方，就一个地方就好的介绍。但我告诉他们说，我们班不要做这件事情，我们班要做的是前导影片，所以两个人一组，你要做出属于我们班的前导影片，你在毕业旅行之前，你的影片要放给你的家长看，让他放心，让你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所以这是他们所做出来的影片，借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帮他什么？我没有帮他什么，我只帮他一件事情，告诉他你有问题，打开 ChatGPT， 如果你问到的东西没有你要的，把你的提问给我看，我帮你做修改。我只帮他做这件事情，后面所有的素材都是他找的，包含这部影片所有三分钟的内容都是他找的，然后里面的脚本也是他问 ChatGPT 所产制出来的。我只给他的标准就是，我要三分半的影片，我要所有的地方都有，然后我要最后要有一个期待。好，那我们花点时间来看一下。然后另外也跟大家说一下的是，像这个，如果文字没有很好用的话，其实他这边有一个魔法笔。好，这也是我发现对于低成就的孩子还是可以做简报，因为以前简报课有点像是高成就的舞台，低成就好像没有一个空间，但是其实他们是有想法的，你不会让这个想法沉在海底，所以 Canva 这些功能是可以用的。当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不好或者太多的话，这边可以请他做缩短重写，写得更加风趣一点，写得更加正式一点。这些工具能够帮助孩子面对这些文字的时候不会很有距离感。我们来看看，如果我们写得更加风趣一点，
它就会长这个样子。毕业旅行要开启盛大派对，这可是承载回忆的奇妙冒险，快跟我一起出发吧。然后这边说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 AI 它产出来的它会是简体字，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不是。那一样，如果是简体字，就把它变成繁体字就好了。但只是要让大家看到的会是，重新写这个东西已经不再会是阻碍孩子愿意去做简报的门槛了，因为已经有一个东西可以降低门槛，他只需要先有想法，想法先丢出来，再用这些工具帮他论述成他可以用的内容。好，但我没有要取代他，因为这是已经做好的，不然等一下我学生会生气。好，那我们这就是我们班孩子所做的影片，也包含音乐。音乐其实，只要找到那个授权的影片，授权的音乐档，把它放进去，它就可以去联动它的音乐档，甚至所有的节奏，叫什么？因为它有 AI 帮。我给他们一个另外一个建议，就是第二个建议是，我不要一首音乐到底。然后第三个建议是，我要彩蛋，影片没有彩蛋是不行的。那我们的彩蛋就是校长。然后我没有跟校长说我会在此时刻放这个影片，希望他不会介意。最后一个建议，最后一个给小朋友的指令是，我最后要影片的结尾的感觉，所以你的片尾要做出来。这些内容我没有手把手教他做，
哦，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动你的嘴巴，然后告诉他们你的资源在哪里。他们即便是五年级的孩子，现在五六年级的孩子都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如果 AI 能够帮助他去提前去准备符合未来的能力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在毕业，在预小毕业之后可以带走的，可以带走的记忆，可以带走的能力。好，那最后我们还是得回到简报上。最后想跟大家说的会是，其实Canva 也有那个教养中心，在这一学期也有开放给大家去申请。那如果有机会也可以申请看看。那但其实还有很多很好的 AI 平台哦，像是大家如果有玩 AI 的话，后 AI 是一个很多元的，里面有很多的 AI 的模组，你可以自由去拼去组合。所以如果你要去探索 AI 的世界的话，后 AI 是一个很棒的工具。然后还有克劳德就是中间那一个，他每次都声称自己是超越 ChatGPT 的，但我个人觉得还好，但他文字的产制出来的内容确实是我很喜欢的。另外我也会借由他写程式，即便是没有程式经验的老师，借由他是有机会可以做到机电整合能力的程式的。好，最后一个会是那一个我们台湾也有一个叫做达哥的达哥的平台。那达哥平台其实它的整合性也很高，但很可惜，因为它的使用性或者说使用的局限性比较，应该不是说它的使用局限性，而是目前大家对它还不够熟悉，所以没有花很多时间来介绍它。不过我觉得它在整体的整合上，它的泛用度还有使用度是最好的一个。那今天我们只介绍大家最常见的、最能够使用的，而且可以马上投入到教学上的内容。所以就谢谢大家。那不用扫了，那个是走大校服务的。我有点忘，对，我直接忘记了，因为刚好两场嘛。那就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研习。那我的分享先到这里，确认一下线上的伙伴还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在这个时间点提出的。我来看一下。好，谢谢大家，谢谢老师。